今晚八点半，凤翼。皇上突然叫我嚟，系咪有咩事？想问你闲话家常，亲眼睇住邢贵妃将名册交俾魏广，魏广随即又将名册交咗俾另一个人，正系未复出巡嘅昏君。咁就真系太离奇啦！长公主，你寻日真系见过皇帝？凤翼，今晚八点半，翡翠台。